一大早就有人叫一辆 Broughton X70 来我家的 parking。 我讲的就是代餐除了可以喝到你馊，还可以赢我现在这个坐着的超级豪华 Broughton X70。 我是从50变成47的，现在开心。我的新车 ，everybody， 我的 Broughton X70， 现在是早上的9:30，一大早就有人叫一辆 Broughton X70 来我家的 parking， 我现在超兴奋，这是我的车了，快点上车先。怎样？我的新车美吗？美吗？这是韩影，我还故意去粘了一个青色，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？今天看标题你们就懂，我最近开始要代餐了，就是这个 Lazio 的 Two Street 可可代餐，超级火红。然后我身边的朋友，我也有在代理，重点我看他喝到瘦了，所以我马上去买了一罐。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代餐，我要讲的就是代餐除了可以喝到你瘦，还可以赢我现在这个坐着的超级豪华 Broughton X70。哎，不知道 X70 多少钱啊？百多钱呢？真贵的。玩玩啊，你以为？咁哪里都玩嘢 ，Oh my god！ 而且事情是这样的，拉就咧就要庆祝他们创办7周年，所以直接很豪迈，送7辆车，2辆 Broughton X70， 还有5辆的 Broughton Saga。这样要怎样赢呢？很简单，作为你们平常做的东西吧，就是看直播。怎么？真的，你不相信？真的看直播就可以赢车了，我玩我啊！真的，4月5号就是来这第一场直播，这一场直播你们一定要看，因为他会送2辆车，第一辆呢就是送给参与活动的顾客，第二辆就是送给现场看的你。Hello， 看直播就可以赢车了，我直接送哎，你不用公车哎，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看，不看的话我都觉得自己应该会被雷劈。第一场直播之后，接下来他还有4场的直播，分别就是在6月1号、8月1号、7月1号，还有12月1号，同样是在直播上面公布得奖者，中马票的几率都没有这个高哎。而且哦，你只需要购买任何一个拉就产品，然后 scan 一下上面的那个 QR code， 然后填写表格，你就拿到一个抽奖名额。它的抽奖名额是可以累积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买3个产品你就有3个抽奖名额。他们那是不是直接在直播上面抽奖，然后直接公布得奖者？所以你们一定要在线看。Hello。Broughton X70 哎，我坐这里这一辆哎，百多千的车哎，江美嘞，开玩笑啊！而且除了送车之外，拉就还准备了神秘礼物给你们，所以你们记得要 mark 下直播的时间 ，OK？ 这边。哎，完了。嗯，完了，肚子饿啊，我先去喝代餐。然后你车就这样子摆那边啊？行啊，都不是我的，骗你们的啦，别人的啦。我是准备要赢嘛，唔系我嘅。哇，咁都得啊！我自己早上是吃不下东西的，所以我通常都是吃早餐，或者是直接随便泡一个麦乐就可以了。但这样子是没有营养的，然后我就靠我朋友喝，我就跟着喝喽。给大家看看我喝剩多少，我是真的有在喝的嘞，8半罐了咯。那要怎样泡呢？首先呢，就先放大概250ml 的水，然后再放4个 scoop 的这个可可代餐。这样这个泡法因人而异啦。如果你想要浓郁一点，你就可以放多一点。然后你搅搅一下，揉完了就可以喝了。哇，很香啊，就整个好像巧克力的那个味道。重点的话是很有营养，很好喝，然后耐饱，它是可以耐3个小时，然后你午餐再吃，你就不会胃痛了咯。如果你是要减肥的话，你喝一杯，你就可以 skip 掉你的其中一餐，它很有饱腹感，你不会饿。然后重点是真的可以瘦，我是从50变成47的，现在开心。然后我现在喝一口给大家看看，很好喝哎，它就是很香。很浓的巧克力味，然后重点是不会甜，因为很多人很怕很甜。然后男生也是可以喝的哦，我们给摄影师喝喝看。真的嘞？喝一口，稍微的，甜不甜？ 是不甜啊，而且很香啊，哥哥。Right。OK 啊，不难喝。你看男生可以接受，证明它是真的是好喝的。好，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下，你只要买一个辣椒产品，你就有一个抽奖名额；你买2个产品，你就有2个抽奖名额。所以记得一定要留守直播，然后赢到 X70 的话，记得带我去兜风 ，please。如果你是想要买可可代餐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在 Facebook search 这个 hashtag。
buy Lazio Win 7 card， 你就可以找到 Lazio 的合格授权代理，他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促销哦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看很多很多次，然后我是可能下再见，拜拜。我也不要喝完了，留一点给我。你干嘛？帮我拍照，帮我拍照，我太想，我觉得 S70 什么鬼哦，而且没有这个青色的很漂亮啊，像是啊，它的冰点很美哦。哇，新雷散发，这个是准备有 S70 的心态。走得，什么是蛇女？